昨天下午到了一车东北马，全是架子马。开始卸车了啊！一起看看东北重型架子马质量怎么样。啊，你大车马。哎呀，好瘦啊！哈哈，纯纯的架子马是吧？这马质量真是重型马啊！看一下屁股，屁股也大，骨架子也大。虽然说瘦啊，但是骨架子大。看屁股了吗？都是方子。东北马。好。这还有小人气是吧？啊，第一层卸完了啊，好，二层开始卸车，二的小口的。东北的重型马啊，这个非常瘦，刚刚瘦这个，有骨头没有什么肉的，这样非常适合育肥的架子。好嘞，卸完了。